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20面。我们从倒数第六行最后一句看起，最后一句看起，倒数第六行，其所见得之大愿，自然切理切机，照真大所，切理照真，故其大愿是相为体。究竟了义，利用无量，切机大俗，故善切机矣。我们前面呢学到这个地方，现在我们接着看下面，理义度合。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啊，称为礼义之邦，这是在全世界真正少有的，这个国家、这个族群、这块宝地上的居民有礼有义，实在是太可贵了。那我们现在把礼义疏忽了，忘掉了，忘了多久呢？大概150年。这个时间不很长，但是也不短。今天我们的社会遭难了，原因在哪里？老祖宗的教诲疏忽了，受到老祖宗的惩罚。祖宗没有不爱子孙的，没有不照顾后代的。这些灾难，它的目的在哪里呢？大概是让我们觉悟，是逼着我们回头。我们要不回头，我们束手无策，没办法了。一定要把利益找回来。离义是什么呢？离义者，仁义礼智信也，世间道德也。这五个字，在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叫五常。我们传统文化四个根本。五伦是第一，五常是第二，四维是第三，八德是第四。中国千万年来就靠这四样东西，让这个国家长治久安，太平盛世礼义之邦。和谐社会都从这来的。老祖宗东西用了千万年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是4500年，就是文字是4500年皇帝时候发明的。皇帝以前没有文字。有没有文化呢？肯定有。我们的传统文化，我相信绝对超过10000年。为什么呢？印度婆罗门的文化有13000年，我们不会输给他。
所以我们从孔老夫子他老人家谈话当中他所说的，他说他一生述而不作，性而好古，这两句话说得太好了。述而不作是说他只是叙述古圣先贤的教诲，他自己没有创作，没有发明。一生所学的、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的，全是祖宗的东西。对老祖宗、祖宗的东西呢，他相信，一点都不怀疑，很喜欢，信而好古。这种求学的态度，是我们今天迫切需要的。我们今天看看这个社会年轻人，他们学习态度与这个完全相反相反学不到东西。学相反了，你学习的是皮毛，你得到的是恶俗，不管用换一句话说，有害而没有利。也许大家看到眼前有利，但是十几二十年之后问题出来了。就正像现在的美容一样。很有效果，因为没会没化马上就改变了。十年二十年就苦不堪言了，毛病都出来了。为什么？它不是自然的。美容是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你自找苦吃所以我们要相信老祖宗。这个信心怎么建立我提出的建议是佛在佛法上建立信心，然后回过头就学老祖宗为什么呢？没有信心，没有沉浸，老祖宗东西学不到靠用中国传统文化培养我们的信心，那要从小扎根我们学习的机会错过了，现在只有找佛，从佛这个地方呢去找信心佛家是信为道源功德母佛是很善于教人建立信心信什么呢？佛不是叫你信他佛要叫我们信他了，我们不服佛叫我们信自己，这个妙绝了先信自己再信他佛家的信是这么建立的，头一个相信自己，第二个相信他所以它不同于宗教宗教里头一个要信神你不能信自己可是佛不是的，佛头一个信自己信自己是什么呢？信自己本来是佛跟我们古人教学是一个道理我们古人教学头一个叫人信，信什么？信本性本善你看《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你也相信这个其实本善跟我们本来是佛意思很相像，很接近所以这是教育最好的教育，真正的教育家他教学第一个就把教学的宗旨告诉你，教育的目标告诉你你来学，学到最后是什么？学到最后是本性本善开发出来了学佛呢，到最后你成佛了这个教育才算圆满如果学佛你永远做不到佛，
永远做佛的弟子，佛的教育就全盘失败了。圣隐贤教育总希望下一代超过自己，跟自己一样都不光荣，不光彩。嘿，超过我，我的学生超过我了，这是光彩啊。这是进步啊。一切都要超过自己。智慧超过自己，德能超过自己，这个福报超过自己，样样都超过自己。我的教育成功了。一代比一代好啊，一代比一代昌盛啊。这是东方圣贤人教育的理念。绝对没有自私。决定不会练法，这些理念与性德完全相应。我们学佛，对于儒家这个四德，我们佩服，我们要学。它是学佛的根基呀，特别是仁义礼智信。仁是什么？仁是爱人，推己及人，这两个人。想到别人，就想到自己；想到自己，也同时想到别人。我们有福同享啊，不是独享啊。独享是圣贤人认为可耻的。那不是好事，不是善事。真正的善好是与一切众生共享。现在人常常说的共存共荣，这是佛法，这是中国传统的理念，人人平等，在佛法讲万物平等。这个意思好啊，这第一个意思，仁者爱人。我爱自己，我就爱别人。我不愿意伤害自己，我不可以伤害别人。一切呢，都是将自己去比别人。我希望我有智慧，我希望我有福报。我也希望人人都有智慧，人人都有福报。这个世界才祥和，这个世界就真正有福。少数人有福报，多数人没有福报，那个多数人会要搞革命啊，会要造反呐。那你少数人的福报也享不成了。所以一定要大家都有福报，这个思想，诸位想想，这是共产的思想啊。所以真正的共产是谁呀？是佛教。这个东西共产不容易做到啊，佛教是真做到了。佛教是一切众生都站在平等的位置上，所以他的口号是生佛一体，生佛不二。你看看，他把众生摆在第一个，佛摆在第二个，他不是说佛生不二，生佛不二，尊重别人。
生佛平等。佛教化众生，希望众生都能觉悟。帮助他离苦得乐，这个是教学头一个目标啊！如何帮助他离苦得乐？教学这跟我们中国老祖宗认知相同。我们中国老祖宗他把教育摆在第一，你看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家庭也是如此。家庭里头把教育摆在第一，人都教好了，这家庭就幸福啊。国民教好了，这个国家昌盛啊，国运昌隆啊。所以教育摆在第一了，佛是把教育摆在第一。释迦牟尼佛一生，他不是喊口号，他真干了。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没有一天休息。这一点不能不细心去体会，他为什么要这样看法？那就是救度苦难众生。众生太苦了，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惑颠倒来的。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不知道。于是他想错了，看错了，也说错了，也干错了，全都错了。错了就错了，就造孽了。造孽后面就受果报，苦报，因为他所造作的都不善，都跟本善相违背。多与性德相违背，就是与仁义礼智信相违背。不仁，自私自利，不晓得爱人；不义，义是合情合理合法。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所以无理、无知、无信，全都违背了。灾难就来了，五个字通通没有了，果报就是现在的地球灾难，社会动乱，地球灾变，就这么来的。这五个字没有了，变成什么呢？变成贪嗔痴慢疑，不忍，变成贪婪了。不义变成嗔恚呀，功高我慢了。无理你变成疑惑。我疑惑应该是无知。傲慢应该是无理。无理变成了傲慢。无知变成了愚痴。无信变成了怀疑。贪嗔痴慢疑。变成这个东西了。这个东西是什么？是病因呢。于是在情绪上他就变成怨恨恼怒烦。在行为上他就变成了杀盗淫妄，就干这个了。灾难来了。天灾人祸统统出现了。怎么对治？这问题现前了，怎么解救？救苦救难怎么解救？仁义礼智信可以救。
啊，圣贤教育叫什么？就叫这个东西，千经万论，不离这个原则。啊，佛教的经典也不离这个原则。仁义礼智信，在佛法里是什么呢？五戒呀。啊，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啊，不邪淫是礼，不饮酒是智，不妄语是信。那不就是仁？那五戒嘛。啊，佛法五戒是它的根呐、啊。啊，中国传统文化这五个字是传统文化的根之根。啊，你说《弟子规》学什么？不就学这五个字吗？啊，《感应篇》也不例外，也是学这五个字。你说这个东西多重要？啊，这个东西是普世教育，是世间道德也。啊，特别是中华传统道德教育，啊，就这五个字啊，啊，礼，但此二字不但代表当时古印度的社会道德，是泛指后世种种社会各个时代之社会道德与规律。全世界各个宗教共同居住的四种界啊，我们看许多宗教经典里面都叫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啊，这个四条没有一个宗教不讲。啊，只是佛教讲戒酒，不饮酒，别的宗教不戒这个。啊，杀盗淫妄，通通都认为这是坏事，这不是好事。啊，那么在这里看，礼义如何？不同族群的圣贤，不同宗教的创始人，他们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在一起开过会，啊，交流没有，但是见解都一样，啊，这个是中国所谓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那古圣先贤，通通都是一样的看法，一样的想法，这就不能违背了。这不是一个人创造发明，是大家共同的，共同的之间，不就是心得吗？啊，我们今天听到也不反对呀。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了许多国家地区，啊，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我们提出来跟大家谈谈，没有一个反对呀，那没碰到反对的。啊，我们原先以为还跟人辩论，这十几年了找不到一个对辩论的机会，大家都接受了。都点头，都认为这对的。啊，大家都认为对的，我们再去不去做它，啊，问题就出来了。啊，大家既然以为对，咱们就赶紧做。啊，从哪里做起呢？从我做起，不要希望别人，希望别人你会失望，希望自己。从我做起，从我家做起，从我这个小团体、小圈圈做起，啊，慢慢影响扩大，哎，就能救这个地区。
啊，就此一方啊，再扩大就能救国家民族啊，就能救世界。说法之愿呢，必须与之相齐。这个与之呢，就此地讲的离异多，你的愿不能与离异相违背。你这个愿叫善愿啊，说的详细一点，不能跟仁义礼智信相违背，不能跟无戒相违背。这个愿是善愿啊，实能为当时社会之所容。我们在这个十年当中，提倡世界宗教是一家，确实得到了很好的回响。啊，每年国际上有一些重要的宗教活动啊，目的都在此啊，希望宗教能团结，希望宗教能互相学习啊，这么多年来极力提倡啊，从我自己本身做起啊，我学习宗教的，这就是世界宗教是一家啊，这个里面我抄写的是世界十大宗教的经典啊，值得我们现前社会呀、迫切需要学习的，我全都抄在这本。抛砖引玉啊，赠送给不同的宗教，恭恭敬敬，请大家指教啊！我首先学习啊，我尊重别人的宗教，敬他们宗教所附所供奉的神啊，我们尊敬啊，读他们宗教的经典，跟佛教经典不分上下，不是我的好，你比我不如。一律平等啊！我跟宗教往来，我肯定啊，用他们的话来说，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造物主。那在佛教里面，佛教里面有真神呢？佛教没有说到这个。但是佛教讲的造物主啊，什么是造物主？阿赖耶是造物主。这桩事情现代的科学家发现啊，现代科学里面讲宇宙之间只有三样东西，其他全是假，就三样东西啊，第一个物质，第二个信息，第三个能量。这三个东西是什么？这三个造物主，整个宇宙就这三样东西变现出来的。那佛家讲这三样东西叫阿赖耶，这佛教名词。能量是阿赖耶的业相，信息是阿赖耶的转向。
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这阿赖耶的三细相啊，被科学家发现了，我们佩服到极处。为什么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谁能见到阿赖耶呢？八地菩萨能见到阿赖耶。那么现在科学家是不是八地菩萨？不是，但是他见到了。他所见到的跟八地菩萨见到了不一样。八地菩萨是从定功当中亲自见到的，他是用数学、用科学的仪器观察发现的。发现呢，现在是物质搞清楚了，那两个没搞清楚。信息知道这个物质是信息变现的，就意念变现的，但意念从哪里来的不晓得，没搞清楚。八地菩萨清楚，他还是差一点，但是能够找到这个边缘，不是一桩容易事情。科学的报告对我们带来的信息。因为我们不是八地菩萨，我们也没见到，我们只是在佛经上看到。现在看到科学报告跟佛经对写了一笔对照，我们佩服，我们佩服科学家，也佩服释迦牟尼佛，我们都佩服。那么佛说了，科学家、哲学家。大概他们的极限就到此为止。信息从哪里来的？能量从哪里来的？他找不到了。这个事情一定要为证方知。怎么样证呢？要把那个念头放下。他们现在是用思考。用研究啊，研究是用第六意识佛说第六意识的能量非常广大，对外它能够圆虚空法界，对内呀，它可以圆到阿赖耶，但是圆不到自性。佛家讲的真如本性，它圆不到，所以人之初性本善，它圆不到。那个要什么？那就为真方知了。那用真心，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你就见到了。这就叫真。谁放下，谁就见到了。比科学家的报告还要清楚，还要肯定，没有丝毫怀疑。禅定当中，时间空间都不见，你才看到事实真相啊！所以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的，决定是与自信相应。与现代众生、现代社会也能相应，这个道才能行得通啊，方能弘扬教义、普利众生啊。如果不契机，跟现代社会众生所需求的不相应，你好东西他不接受，他不肯学。那这个教学就不能发挥作用啊，必须要做到契机切利啊，普利众生，包罗表里
这个简单讲，就是世界宗教是一家，表是外表，就是现前的社会当中，理是自信，是真心，啊，那是理，能生能现，啊，慧能大师所说的，能生万法，那是理。啊，要包罗表里。啊，像华严经上所说的，体相用通通包罗了。体是理啊，相用是表啊。啊，包同啊，底下讲的同这个包是一个意思。罗，家乡俗语，罗指言是。就是汉室啊，这些字都不难懂，故知包罗就是包容汉室啊，表指思想，理指理体，理体是自信，是发心，故知包罗表里者，即理思双元，真俗并照，众妙齐收，万类普摄，这意思好啊！啊，你这样才能学到真东西啊！你没有偏爱，没有偏心，没有邪念，啊，你才能包容。啊，如果你有偏执，你就不能包容了。啊，你执着一个主观观念，不能容纳别人，错了。啊，佛法没有自己，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甚至于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相，所以他能包罗。啊，没有不包含，像虚空一样。啊，这离远了，事也远了。啊，离是能生能现。事是所生所现，啊，离事双元，真俗并照。这个并照是讲智慧起作用，啊，对于真就是理，完全了解；对于俗，俗就是思，就思想，也是通达。没有障碍啊，于是众妙齐收，这个妙是善啊。贤首大师还原观里面跟我们讲的是德，第一个随缘妙用，那就是此地四句话了，随缘妙用啊！啊，释迦牟尼佛在《楞严经》上说得好：“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这是随缘妙用啊！众生心是什么呢？是念头。随着众生起心动念而现象跟他相应啊，随相应这些能现的人，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这叫妙。
如果在起作用的时候，现象作用有了分别，有了执着，就不妙了。为什么？有分别，一定有离我他。我们前面讲仁义礼智，人破坏了。佛法解释这个人高明啊，自他是一不是二的人呢。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但是凡夫还是有分别，有执着。有分别有执着，他就有好恶，有喜欢的，有讨厌的。这喜欢讨厌生烦恼了。喜欢这个念头，跟天堂相应；讨厌念头呢，跟地狱相应。这两头，他两头都有。你看，一个念头里头的两头都有，两头都有的果报在哪一头呢？就看哪一头重。先受报，轻的后受报，不是说受这个报不受那个报了，不是的，通通都要受，只有先后不同。这些事情，你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六根在六尘境界里不敢起念头。知道什么？起念头是错误啊！可是不起念头又做不到，没办法控制。净宗法门就妙了。净宗法门叫人，你换，你把念头换成阿弥陀佛。这个办法太高明了。不起不行，换行，那念头才起，阿弥陀佛换过来，真妙啊！这妙中之妙啊！叫我们换念头。无论是善念、恶念，统统都有报，只是先后不同。没有不报的。六道轮回就是我们受报的地方。善念三善道，恶念三恶道。我们通通把它换成阿弥陀佛了，果报就在极乐世界。三善道里头没阿弥陀佛，三恶道也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理总要搞清楚。事呢，我们就不会违背了，我们会做得很如法。这才能够万类普摄，也就是万类普度啊！你通通都帮上忙了，上至下愚，悉得度脱。上住上至，善根深厚，悟性很高，帮助他高登品位。下狱的人善根不厚，智慧不高，也能帮助他往生同居净土。极乐世界有四土三倍九品。只要往生，无论是哪个土，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也做阿惟越致菩萨，这还得了吗？阿惟越致法身菩萨了。这不是你修成的，你到极乐世界享阿弥陀佛的福报。阿弥陀佛的智慧、神通、道理、佛报通通加持给你，你当你享受到了。
享受这个福报起什么作用呢？这个作用不可思议。你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有能力像化身菩萨一样，与十法界有缘众生感应道交。啊，有缘众生求你帮忙，你就能现身，就能给他说法，你这个能力了。啊，这个能力在十方世界诸佛这个报土里头，啊，凡圣同居土里面，不可能，你做不到。那什么？那是六道的凡夫啊，六道哪有这个能力？啊，而是什么呢？而是十报庄严土的菩萨才有这个能力。啊，换一句话说，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具有十报土菩萨的这种能力、智慧能力。啊，这是真真不可思议。啊，这是净土无比的殊胜，所以得到十方一切诸佛菩萨的赞扬。啊，大家赞叹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弥陀弟子备受十方如来的尊重。啊，十方如来一看阿弥陀佛弟子，真是特别照顾我。啊，所以要做弥陀的好弟子，不能丢阿弥陀佛的人啊。事出世间，融通无碍也。啊，世间是讲六道，出世间是讲四圣法界。啊，六道是世间的秽土、染污严重，四圣法界是世间的净土。啊，那个里面住的是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在那个地方修行的，啊，他是净土。过度啊，这两个字怎么讲？无疑，经题为过度人道经。啊，就是无量寿经有这个经题，啊，叫过度人道经。过度呢，表自出生死，业能啊，业令人出生死之意。这个解释我们就懂了。啊，自己能够脱离六道轮回，了生死出三界，也能够帮助别人了生死出三界，这叫过度。啊，谁有这个本事呢？阿罗汉就有。啊，四圣法界里头这一些声闻缘觉菩萨，他们有这个能力。啊，这是能力低的。啊，那高的更不必说了。啊，解脱解惑业之缚，脱三业之苦。啊，解我们念谢念去身当动词用，就是把它解开。啊，不是名词，是动词，把它解开。啊，解开什么呢？迷惑。
啊，就是破迷开悟，啊，解惑是破迷开悟。啊，迷就像绳索一样，把你捆缚住了，你不能动弹，你不能自由了。啊，现在把这条绳子给你解开。啊，是这么个意思。啊，惑业两个字包含的范围很大。啊，惑是迷，迷了你才造业。啊，造业就受报，那个福就是受报。啊，把你的迷惑。恶业解开了，你才能够脱三业之苦啊！啊，三业是什么？身、口、意。啊，三业之苦啊，就能够离开了。唯识速记曰：解为利福，脱为自在。跟前面意思都相同，那皆是离开惜福，脱是脱离了三苦，你得自在了。又曰：解脱者，提及缘起，有烦恼障，付诸有情，横出生死。正缘寂矣呢，能离彼缚，离解脱灭。啊，那么这是解脱两个字的意思，有前身不一样。啊，前的是讲你断烦恼开智慧。啊，身的来讲呢，是了生死出三界。啊，再深的意思呢，是破无明证菩提。啊，那是究竟解脱。啊，大乘教里面讲阿罗汉辟支佛与三德密藏啊，他只有一个解脱。解脱呢，叫半个解脱，就是一半解脱，一半他在，其余的发生，他没有真的，般若没有真的，只有解脱得了一点点，啊，这是什么阿罗汉了，辟支佛了，啊，为什么呢？他没有能力超越十法界。只有超越十法界的人，这个三德密藏啊，他统统得到了，啊，发生真得了，般若真得了，解脱真得了，这三个都真得了，啊，这三个是属于自性的性德，啊，一切众生本来有的，只要你把障碍去掉。啊，障碍就是三种烦恼，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在《华严经》里面呢，这三个名词不是这么说法的，《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分别就是尘沙烦恼，妄想就是无明烦恼，啊，是一个意思，但是名词不一样。啊，两个名词合起来看，意思就更清楚。啊，我们能够体会得到。
啊，所以这也是《唯识疏记》里头所说的，啊，说的比较深，啊，现土体就是缘起，缘起是自性，啊，缘是圆满，即是即灭，啊，什么东西圆满？一切都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啊，举个例子来说，佛常常用三种东西，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德能，一个是相好，啊，这三个全包了，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啊，即是什么？即是即灭，烦恼都灭掉了，啊，见思烦恼即了，即灭了，尘沙烦恼即灭了，无明烦恼也灭了，所以即是从灭来说，即灭，啊，这叫缘起，啊，烦恼习气统统没有了，叫起。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统统显出来了，叫缘。啊，我们看这底下讲，你看烦恼障，付诸有情。啊，烦恼障碍了，这个烦恼三种烦恼都在里头。啊，见思尘沙无明都是烦恼。啊，付诸有情，有情是六道众生的，六道众生通通都有这三种烦恼，而且非常严重，所以恒处生死，恒是永恒啊，他在六道里搞生死，他没有办法出头。啊，无量劫来生生世世脱离不了六道，那叫苦不堪言呐！六道里面搞什么？都搞的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报恩报怨，恩又会变成怨，怨又会里头又变成爱，只是搅和的你自己都搞不清楚啊！啊，不要说你一生了，你就一天，你好好想想，你那个念头喜怒哀乐在那头翻滚。啊，佛看的这个现象叫可怜悯者，你在里头煎熬啊！啊，这是讲六道众生正缘即已，这是讲修行正果了，真正正到缘起了。啊，正到缘起是法身菩萨，能离彼缚啊。啊，这就是你三种烦恼都离开了，这叫解脱。啊，这是究竟的解脱。啊，盖为甚众大愿，这是讲甚众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人，都称为甚众。啊，他们发的大愿，怎么发的？个个都学阿弥陀佛。前面我们读过，阿弥陀佛发48愿，他们通通都发48愿。啊，阿弥陀佛48愿加持给他，弥陀48愿用5劫时间修行。
阿弥陀佛，这48愿愿愿圆满了。这种功德加持跟大家，大家一发48愿，那个效果就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呢，它就相应的，沾阿弥陀佛的光啊！阿弥陀佛用5界时间修行，你不要用5界啊，你只要念阿弥陀佛，光就沾上。起的作用跟阿弥陀佛的本愿是一样的作用，真正不可思议啊！能令自出生死，自己永远离开生死了，证得不生不灭了，并摄一切有情出离生死啊！你能够教化一切有情众生，这一切有情众生呢，一定跟你有缘啊！所以说，佛不度无缘众生啊。哪些是有缘的呢？无量劫来在生死轮回当中啊，跟你是有恩有怨啊，或者是有债务关系，这都是有缘众生。啊，曾经跟你点过头的，曾经瞪你一眼的，都是有缘人。啊，他们还在六道啊，还在那里挣扎了。啊，他们这些信息，啊，心里想，哎，有人来救我，像佛菩萨来救我。你收到这个信息，你立刻就有应声，就回应。啊，这个回应呢，是现身说法。如果这个地区有缘的人多，你就应身，你像释迦牟尼佛应身，哎，也到这世间投胎，啊，住个几十年，慢慢去教化他们。如果只有一两个人，有化身。又不是应身啊！你求他的时候，佛菩萨真来了，来了告诉你怎么修行方法，你一教奉行，他就不见了，就化身啊！真的是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我们才一动心，他就知道啊！不但知道，马上就现身来帮助你，决定不会空故。但是佛菩萨给我们现身，给我们说法，有隐有显。显是什么？你看到了，你感觉到了，那是显。明印呢，是你感觉不到，他确实帮你忙了啊，你自己没有感觉。啊，所以应化了有4种缘呐。啊，引现呢有4种。啊，显感显应，明显的应；显感明应。啊，你没有不觉察的，他应了。啊，有敏感，自己信息发出去自己不知道。啊，但是佛菩萨来应。啊，显感显敏感显因，敏感敏因，啊，这4种感应呢，随时随地都有啊。如果我们心细、粗心大意，就不容易遇到。啊，有些人与佛的缘深。啊，他见到了，见到怎么样？不相信，认为我眼花了。啊，听到了，他耳背了，怎么会听到这个声音？大概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已经有印了，印对你不起作用。这是什么？你的业障深了。
啊，你的叶子障碍住你，啊，那就等第二次，等第三次，啊，不是没有感应，真有感应，啊，每一个人明白这个道理，他感应就会常常有，啊，你才发现经上所讲的一点都不假。啊，所以能帮助有情众生处理生死，永得解脱，故云过度解脱。啊，这“过度”两字的意思，自己能得解脱，也能帮助别人解脱。啊，这个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看底下一段。自然保守，真正戒备，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待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具足，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是行自信的妙用啊！经文上告诉我们：自然保守，真正戒备。啊，自然保守是什么意思？念老注解里头告诉我们，就是宗门，宗门是禅宗啊，禅宗里面所谓的保忍。保是保守，任什么意思呢？任宅任运，哎，也就是自然的意思。啊，下面举个比喻，哎，要行便行，要做便做，这自然的。啊，你没有去考虑它，啊，想做就做，想行就行。啊，这个吧。把这个自然保守的样子给你说出来啊，那么这个保呢，保者念念不异也。哦，这个话很难呐、啊。我们现在的麻烦就是念念不一样啊，前念跟后念不相同啊，前念跟后念是一样啊。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我们细心、冷静，就观察啊，观察自己的念头，想东、想西、想前、想后啊，杂念纷飞。从早到晚，妄念纷飞，这个事情麻烦大了。这个现象就是六道轮回的现象。啊，轮回现象刹那之间变化无穷，一念善。三善道，一念恶，三恶道。
如何能保住念念不易，用在念佛法门是最好了。念念都是阿弥陀佛，我们要是能够自然保守，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就是自然保守。这要功夫啊！这种功夫，简而言之，净宗里叫它做功夫成品。念佛呢，确确实实念到一片，就是自然保守。这里就讲自然就是任运的意思，故任运保守就叫做保任。禅宗里面讲保任，那我们一心专念，一心就求在往生上，除这个呢，没有第二个念头。什么念头都放弃了。我们做的善、做的恶，全不想它。别人做善做恶呢，更不用放在心上。比如我不想干，我从早到晚就一句佛号，抽一部分时间出来读经、听教。为什么？它帮助我们觉悟，很容易觉悟。为什么？你心是定的。一般人听经学教，为什么不开悟？他心是乱的。如果心定在一处了，这个大小乘经上不都说？至心一处，无所不办。最可贵的就是把心定在一处，就是此地讲的自然保守，真正解脱。这个是非常难得了，这是真功夫啊！你要说这个功夫，我们要用多少时间来修成？这个没有一定。如果你真干，真能放得下，一般讲3年决定得到。得到这个功夫，你就能往生。你有寿命可不要了，我现在走，阿弥陀佛真来接你。为什么？功夫成片了。你要在这个世间再常住几年，不该死。换一句话说，你生死自在了。想住可以住，想走可以走。你说你多自在？这不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比这更高。这是功夫成片。是一心不乱最低级的。从这个提升叫四一心不乱，再提升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跟宗门的明心见性同一个级别，同等级。四一心不乱跟阿罗汉同等级。所以四一心不乱往生。生方便土，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肯定是中品以上，每一土都有3倍究竟，离一心不乱，生10宝庄严。
啊，下面真，真真呢，真是一真法界，真如本性呐，妙明真心呐。这些名词，大乘经上讲的。啊，一真法界，华严经上讲的。真如本性，所有大乘经上都说。妙明真心，楞严经上所讲的，与本经真舍之际当中，这个真字完全相同。这个真不是世间真假之真。真假两边都离开了，真真就现前啊！所以他用“真真”两个字啊，说明这个真不是真假的真啊，真实之极啊，就经云“真真真”，表非对妄而说之真，改为。绝对就是绝对之真，真中之真呐、自信嘛，真如本性啊，这是真真呐、皆无垢，白无染，皆六祖曰：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这一桩事情，慧能大师见到了，也就是说，他真的了。啊，他见到自性了，本自清净。我们听到了。有什么样的体会呢？一定要觉悟啊！我们每个人的自信都是本自清净啊，只是没见到。见到的是什么？全是染物。那个染物是什么？染物意，阿赖耶里头的意识。那不是我们的真心，是吧？妄心，真心本自清净，没染物。啊，染物是妄心，妄心有生灭，真心没有生灭。啊，所以慧能大师第二句就说：“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不生不灭。”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那么我们说自爱，所以现在我们想人不自爱，这自爱是什么？你要爱你的清净，本自清净。啊，你被外面境界染污了，不就不自爱了？啊，我们起了烦恼。我们违背了五伦，违背了仁义礼智信，违背了四维八德，就是不自爱。为什么呢？那些东西是什么自性本有的？那叫本善呐、那是性德了。这些性德里头清净无染。一节百丈禅语，百丈大师的话，信心无染，本自圆成。
啊，圆满成就，本来是这样的。啊，跟慧能大师的本质清净是一个意思。所保任者呢，正是此无染本净之绝对真心。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来保人？禅宗用禅修，用禅话头，用观心，他也有很多方法，真难，真不容易。啊，现在这些方法几乎没有人能够成功。这个话不是我说的，黄念老跟我讲的。啊，他跟我讲禅讲密，对，现代人没有这种根性了。你去学这个东西，有名无实。啊，那么净宗的保任就是用这一句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怎样保任？念佛号，声声佛号里头没有杂念渗透进来，你就保住了。念佛还会起妄念，就破坏了，你就保不住。啊，所以印光大师教我们一个计数的方法。啊，提倡呢三个清楚。啊，第一个，你的佛号从心里生出来，口里念出来。啊，心里头真有佛。啊，那心是根呐。心是清净的，从心里念出来，念得清清楚楚，不要念得太快。啊，念得清清楚楚，念出来了，耳朵听得清清楚，耳朵不要听别的，听我自己念佛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而且每一句佛号，是我这十声佛号里的第几声，记得清清楚楚。那、啊、这个方法呢，印祖用了一生，他是示现给我们看的。那、啊、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念佛，用这个方法有效。啊，这十句佛号清清楚楚是第几年？啊，可是你心里就不要去暗记。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那就不行了，那就错了了。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必去记，但是清楚。为什么呢？你血心在这个地方，外头杂念不容易进来。啊，执念是神，到十，然后再从一、二、三、四、五到十。啊，没到十呢，就在不要用一、二十、三十、四十，不要这念法。啊，就是一到十。啊，目的何在？目的是不容杂念渗透进来，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方法是有效。啊，胡晓林做实验，做了三个月，啊，120天，告诉我很有效。以前念佛有杂念，现在念佛杂念少了。啊，他做了报告，啊，很多人学习，啊，学习了三四天，效果就发现了。
印祖是我们这个众生感应他来的，我们众生有感，而且不是一个人感，很多很多人都出了问题了，他来了，为我们做出事情啊，教我们这些方法。啊，帮助这个时代的念佛人怎样报任啊，保任你功夫成片。念佛的功夫就得力了。无上者，往生论注曰：无上者，此道穷理尽性，更无过者。此道是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对于宇宙万物之理讲的透彻，叫穷理。尽性也是穷理啊，理是什么理呢？性理啊，因为菩萨依照大乘方法去修学，最后的目标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此地的穷理尽性，是一个意思啊，穷是穷尽啊，尽是尽到底了啊，真正把根找到了。所以再没有超过的啊，佛法到明心见性就是穷理尽性啊，还有没有更高尚？没有了，就到此为止。这叫大圆满，究竟圆满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明白了一个事实真相：众生平等，万法平等，无有高下啊！我们对一切万物不敢轻视啊！我们对蚊虫蚂蚁不敢轻视，他的心跟我们心一样，佛心。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包括他。不但包括这些小动物，还包括了植物、花草树木，还包括了山河大地。啊，我们每天晚早晨拜佛，最后一定要拜十方刹土，微尘法界。那为什么同一个自信变的，同一个自信生的？自信就是佛性，所以本来是佛了。啊，那么对于我们上面的天人、啊鬼神、天神、诸佛菩萨，我们自然升起恭敬心，但是自己没有自卑感，无需要自卑。为什么？平等的啊，恭敬是我们的心得，最好这种恭敬心也平等，对下也平等，对蚊虫蚂蚁平等。
对树木花草平等，对山河大地平等，那就是普贤行啊。普贤行第一条，礼敬诸佛。那什么是诸佛？我刚才所说的全是诸佛。那么现在这种说法，大乘教上有说，但是不多说。为什么呢？不是一般人境界。只有在一乘圆教经典里面看到。佛说真话，这个境界被现代科学家发现了。发现的是微尘里面，我们叫微尘，它叫粒子，叫量子，叫电子，叫中微子，它是用这些名词，都是很小很小的物质。普通显微镜看不到，要用科学家专用的那个特殊的显微镜才能够发现。发现到这最小的物质里面有受想行识，就是他会看、会听、会懂得人的意思。最小的物质，那我们要问，我们现在这本书，这一堆的纸，他会不会看？他会，他会不会听？他会，他懂不懂我们的意思？懂。我们给他这个信息，他有反应，他的反应我们现在看不到、听不到，但是。用科学仪器能侦察到，所以整个宇宙啊，用现在的话说，全是有机体。换句话，它都是活的，它不是死的。我们起心动念，起个善念，起个恶念，全知道啊。不但鬼神知道，佛菩萨知道啊，树木花草知道，山河大地知道，我们住的房子墙壁知道，地板知道，桌椅板凳他全知道，你能瞒谁呀？你以为哎呀没有人知道啊？错了，你全错了，他全知道，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这个就是在现在讲属于高等科学。我们以前读心经，讲心经，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我们都把人来当作，人肉体是色嘛，我们的感受就是受嘛，有苦乐忧喜舍的感受嘛。我们有思想，能够想过去、想未来，只想嘛。行识相续不断，这个念头不断，识是阿赖耶，含藏这些种子。现在我们晓得了，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全都有阿赖耶。所以一粒尘沙，一根汗毛，那一根汗毛里头的一点点一段，通通具足受想行识。江本博士用一滴水来做实验，一滴水就是一滴，
里头有受想行识。那谁会看？会听？会懂得我们的意思？啊，他用科学的实验，让他结成冰，结成雪花，看他的反应。善的念头，反应非常之美。那不善的念头就很难看，很丑陋。啊，做几万次的实验，一点都不差。最美的图案就是爱。感谢，感恩，这个图案最美。啊，他告诉我，他说爱是不是宇宙的核心？我说是的，没错。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以这个为中心。啊，中国人的教育，中国文化实在讲就是教育。啊，这个教育是以父子有亲，那一种亲爱是做原点。那是性德的核心呐、啊，人是仁爱，啊，是性德的中心呐、啊，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中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啊，中国教育的目的，如何将父子这种亲爱永远保持而不变质。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呢，要把这个爱，这是真爱，是从自信的生，把它发扬光大。啊，爱你的家人，爱你的兄弟姐妹，爱你的族群，爱你的邻里乡党，啊，爱社会，爱国家，爱民族，到最后凡是人皆需爱。所以佛法讲中国东西是世间法，因为只讲到人啊，凡是人皆需爱，佛法的爱更大啊，他爱虚空法界啊，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虚空法界他都爱啊，这个心量就太大太大了，啊，这个中国这个爱的时候，直到人呐、啊，人没有离开地球啊，他这个爱没出地球啊，啊，佛法超越了，变法界虚空界一个爱呀、啊，往生论注上说无上，啊，此道穷离尽心根无果者，如宗门宝镜三昧，曰：潜心密用，如玉如露，但能相许，名主中主。这个意思很深。啊，禅宗里头，宝镜三昧，潜心密用，潜跟密都是深的意思。你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到了，用什么呢？
你所保任的真心本性的啊，这就是指禅宗参究的秘诀。这个秘诀说穿了，就是世尊常说的智心一处，大家就懂了。把心完全集中在无染本净的真性上，你就保守在这个地方，啊，把心就定在这个地方，这叫潜心密用。表现在外面呢，如鱼如露，啊，是一个鱼鲁钝，啊，没有聪明智慧的人，啊，一般人看到痴痴呆呆的，啊，人傻乎乎的，没有念头，啊，没有聪明智慧，表现是这样，实际上，绝顶的聪明智慧。啊，超越一般的聪明智慧，叫什么呢？叫大智若愚。就这种人，大智若愚。啊，一般不是真正大智，做不到啊。啊，也就是讲装糊涂啊，他不糊涂啊。啊，古人所谓的是，哎，难得糊涂，就是指就是这些人了。啊，宗门难，其他法门也难。我们明白宗门修行这个秘诀，我们换一个方法，换阿弥陀佛。啊，一天到晚。心里都是阿弥陀佛，心里阿弥陀佛不能断，口里的断没关系。啊，口念累了，可以不念，心里头就不断。人也念佛念得痴痴呆呆的，啊，跟他讲什么他的阿弥陀佛，好像没听见一样。啊，所以时间久了也好，这人别给他讲话，他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啊，过个哎一年两年，人家自在往生了。啊，别人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情。这就是潜心密用啊。谁能发现你的潜跟密呢？必须是有真正智慧的人，心地清净的人，他能看见，他懂得，一般别人不知道啊，所以叫密用啊。那也不必跟人解释啊，解释就错了。啊，有一些同学体会到这一点意思，真用功夫啊，觉得具备的条件，这是古今中外真正用潜心密用的功夫，他们一定具备老实、听话、真干。
啊，不具备这三个条件，这种功夫他用不上。可是，具备这三个条件的有几个人？10,000人当中一个都找不到，10万人中，100万人中，1000万人中，也许找到一个，真难得了。啊，为什么呢？他要真放下。啊，我们常常讲的，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对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七情五欲。一向转念，相续不断，他才行，他才能用这个功夫啊！用这个功夫可了不得了，主中主啊！主是什么？真如自性。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真如自性，跟自己真如自性完全相应。净宗的书上，所以阿弥陀佛在大集经里面告诉我们，持名念佛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个方法，佛说这是无上生妙禅啊，跟禅宗比的时候，这是无上神妙禅，不是假的啊！念佛能不能大彻大悟，能不能明心见性？能啊，怎么不能呢？啊，这个才真正是智心一处，无所不办啊！智心一处，能明心见性。那其他就不必说了啊，真正是无私不办呐！啊，此证不度化身宿中啊，披露顶上行走啊，这些话都是禅宗的术语啊，不堕化身宿中。化身有宿吗？有啊，华严经上化身41位化身，大士不就有宿吗？啊，不堕化身宿中就是超越了啊！他不必通过这41个阶级，一级一级慢慢上，他一下就通过了。通到上面是什么？妙觉如来啊！那就太快了这就是一门直超。在这个法门直接就到毗卢顶上了，妙觉如来了啊！禅宗奇则是净宗之极光上上品也，以此为志愿，故名无上。这个愿真真是到基础了，谁敢发这个愿
学佛人当中没听说过，我们在典籍里面所看到的，只看到六祖慧能一个人。他到黄梅见五祖，五祖问他：“你来想要什么？想求什么？”你看现在这些信徒要到寺庙问老和尚，老和尚问说：“求升官发财啊，求保平安啊，不对，求这些吗？”五祖问慧能，慧能说：“我想成佛。”这个不容易啊，他是想来成佛的，他不是干别的。让和尚没有辜负他，8个月真的帮他成佛了，叫他到对房里头冲迷破柴来干什么？叫修行呐，那就是此地所讲的潜心密用。他先，所以五祖用这个方法，别人不知道。那8个月是他在练功，所以听五祖说法，几句话就开悟。他那个潜行密用就是智行一处。这是用宗门的方法。每天干什么？就冲迷破柴，师父叫我干的，我就干这个。除这个之外，一念不生。妄想分别都没有，不起心，不动念，他在干这个。我们如果是不是在大乘教里面，这么多年的熏习，我们看《坛经》看不懂啊。不知道人家8个月是真在用功啊，真在那个地方历练了，磨练了。烦恼习气全磨掉了，自信心起。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